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整个稍微往前？可以。好，这边哦 ，perfect。身体肌肉是不是有点僵硬了？工作压力是不是让这边很酸？好，站起来跟我一起动一下。耶 ，OK。我现在已经仿佛听到100万人次的尖叫。再聊一下，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怎么越来越美丽？因为我都在运动，所以越来越美丽。因为我在运动，我们的 Adidas 一起动起来。现在一迫不及待摆上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书面课程，就在练阶梯。我曾经练过，但是平常比较少，因为很怕跌倒，然后这样上上下下的，我这个人比较容易跌倒。没有关系，哦对，因为还蛮常在舞台上面跌倒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今天还蛮多这个摄影镜头都在等待着这个画面，不要这么快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哦、oh, no. ，好啦，我们有直播也不可以，有直播，可是你看我们在直播现场跌倒啊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阶梯又不跌倒。好，请大家 ，OK， 皮皮，你在这边吗？对，眼睛很斜。好，来一起哦，大家一起来，一起变什么？强，变强。然后他一下左一下右的，真的是像很难捉摸啊，很难捉摸。但是你刚讲上上下下，至少也爬了8几楼了吧？腿跟臀部的训练的话，我们再帮你加强一下。好啊，行吗？行，还行吗？因为我要变强，因为今天有 live 直播，不行也得说行。那面子，没什么啊，继续来，来，一起变强吧，大家午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为大家带的是特别从日本引进的钢棒。把双脚打开，与肩膀同宽，来，双手很轻松的，然后我们一起，那我们等一下会跑5公里，准备好不好？5公里就好了，往上，好，来，原地踏步，左脚，做太少次不太习惯，左脚，好，来，往前，右脚站在前面，原地的蹲，左脚停留，呼吸，试试看，全身上来的时候把。表情不一样啊！最后面，哦，已经配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准备你的左脚弓箭，呼呼！哎，准备来一点声音吧，不然马上结束。老师，我只能停在这里了，回家。来，右脚踏步往前，呼！恭喜你，3.5了。全都出汗，而且注意到全身都是，全身都已经，这就是我要追求的，这就是你要追求的，一起变强。而且呢，我刚刚老师刚刚质疑我说，哎，你不是有带麦克风吗？真的，那刚才我说麦克风没坏，是吧？有没有感觉到接下来的时间？谢谢。来，要 Pipi 擦汗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知道镁光灯就闪，所以我赶快往旁边来移动一下，镜头赶快捕捉一下。因为在这边运动好好，对，因为有人帮我递毛巾。还有帮你递水，要水吗？走，不用，听了我很强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各位老师这边好空，我的朋友大家好，老师您好空啊，哎，一定要的。自从上次拳击训练之后，我们就一段时间没拳击训练了。我知道你是， okay, 我知道你是狠角色，狠角色是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音乐请下。Welcome to Ready 下。OK， 好，待会我们会先从你的背跟你的躯，哦，你有把你的肚子收好了吗？
哦，不错不错，下杠铃，每一次下去的时候都能够轻轻的碰到大腿，所以我们有最大的活动角度。OK， 对啦，我让观众看看你肱二头有多强。我看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转回来了，再快的两下，一个肱二头往前平推，肚向前平推，哎，让你们手背，哎，还有两次。OK， 让我们起。再一次，就这么简单。来向前平推，好，让我们的杠铃放在大腿上，双脚把它放在肩膀上，脚趾头向前，臀部的宽度，想不想让屁股跟得上？哎，不错哦。哎，还有两条，好，他们已经看过很翘的臀部了，我们可以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，待会快的来两下 ，one。慢的两拍往下，两拍上，嘿，慢的两拍，两拍 two， OK， 让我们的臀部有更大的挑战。对啦对啦，好，一起变翘，一起变翘 ，OK， 站好，身体蹲，杠铃推上去，从上方开始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就可以。我好健美，对啦对啦，我好强啊，手肘都向下，我好健美，我好强，没错没错，耶，对啦。拉两下，好，借由杠铃，让我们肩膀的前方，好，全面性老师，哇 ，two from left two and two， 好耶，最后燃烧起来了，好耶，好，身体蹲，杠铃放下来，谢谢文静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我好像被雨淋到，我现在整个人的汗水状态，是刚刚你过舞台来现场，这确定有搭帐篷吗？有漏水吗？哇，我们让一边先到旁边先擦。好，太过瘾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也请这个 Angelina 跟 Gina 能够往前一步。接下来，我也希望能够邀请今天所有的 Magic Girls 再一次的回到舞台上吗？来，来，欢迎 Ebi。Hello， 嗨 ，Ebi， 辛苦吗？可是我好兴奋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运动让人兴奋吗？运动因为你的那个程度实在太高了，我们的教练都有特别关照一下，特别是你的高难度的课表。而且我觉得 Adidas 都有找那种比较狠的教练，因为他知道弟弟要来啊。所以有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么多的粉丝在看着你，那看到你到最后都在催眠自己哦。对，一起，我很健美，我会变强。就像我前面站一边，因为我刚才媒体朋友一直看着我，还有粉丝朋友们。想要近距离来看到我们，如果你是个贪吃的朋友的话，对，因为我本身就是贪吃的朋友，所以我才会想要介绍大家真的要练这个胸肌、腹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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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到有我心目中的女英雄是薛柔，真的神。对，你帮我的手这样秀一下她的这个，对，别人不会这样，帮我的手秀一下她的这个留言，然后呢，别人也压力大了，我们有这么多只的眼睛等着你来，两个小时完成半马 ，OK， 就是她，我们看她现在好。OK， 他也把这个伊比张照片哦，到时候可以当护身符带着他。OK， 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把麦克风继续交给你，写上这个 Adidas， 然后帮我们 Hashtag 一起变强，同时再帮我们签上你的名字，送给非常幸运的这位粉丝朋友 Alan Ye。天哪，我觉得他，我仿佛听到他现在已经在镜头前面疯狂啊！如果想要跟伊比一起变强的朋友们呢，也非常的欢迎你们继续的来留言，然后。一起变强，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留言的话，我们会再抽出4个幸运签名给你的 Happy Girls 专属运动 T 恤。签好了，我帮你们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？来，也再次的恭喜你，也希望你能够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半马这样子的梦想，让你跟 Hippy 一起变强。我想要跟 Hippy 一样美，我想要跟 Hippy 一样健康，那你就要。一起变强耶、yeah, OK， 所以接下来时间呢，我变强的这个 logo 前方来一个肌肉来 ，Oh yeah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健身房摄镜头，变强女孩，我们往右手边看过去，让我们一起变强，很美丽的 Adidas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请 Hippy 能够留在一起变强 logo 前面来一点单拍的时间，来，我们让 Hippy 再一次秀出那个一起。接下来，我们正前方的摄影镜头，在我们最坚定的眼神看着前方的，非常的谢谢今天与会现场的美女朋友们。当然，最后一排摄影机，我们今天的直播活动要正式进入尾声了，我们要请一米帮我们作为一个 ending。
直播就要这样结束了吗？这是我第一次直播，希望大家觉得很开心、很好玩。重点是大家继续保持运动的习惯，然后一起变强。下次我们再练绳结的 Elegance， 加油！拜拜。中秋节快乐！拜拜！去哪？走一走。